好，魏芳，从你的左手边慢慢的转你的身体跟视线的角度，每一个镜头每一个视线都把它带到好吗？来中间，来右手边，再转回来，慢慢，好，再转回来左边，这边，这边，好，魏芳，中间中央的摄影大哥的视线哦。好，那我先把它。有奖牌的都 OK 了吗？那我帮你保管一下。来，今天也穿得非常漂亮了，我们也来拍几张照片哦。来，右手边。正前方第一个视线，好，不行，要把我的腿露出来，露，当然当然当然，我有裙子，太骚了，有腿吗？有啦，借我一下，借我一下，好了，不要这样好了，有啦，不要，不要腿，这边这边，配置右边。腿呢？没腿吗？中间，这好多。稍微讲一下。OK。我觉得我说的大话。哎，出不来了，等一下。哎，稍微拨一下，撩一下。好，每一台视频大家遇到哦，佩子。好，这边。好，这边，来，再看回来，中间一点。好。这边，左边。来，右边。这边。左边。妹子，大概亲吻一下他好了，好不好？大概就是，第一次进入到了右边 AK 榜风云榜，就是年度的风云歌手。其实从之前的原声带的单曲，再一到专辑的发行，都深受大家的喜欢。好，那个奖杯不要了，再这样。奖杯不要，那腿还要吗？要，不要是不是？看看，不用腿，那么漂亮的衣服，他要算了啦，不用腿了。白胖子，好，漂亮的，来，先来漂漂亮亮的，来正常的露腿，来这里，好哥说正常的露腿，这里，好，右边。跟奖发神，这里哦，然后走到中间，来下面这里。来中间哦，好，来右边。工作人员也准备要把麦克风交到佩慈的手上了。好，这边再一个，好，中间再一个，谢谢。哎，恭喜风云歌手！谢谢。恭喜！而且是第一次进入到 KK Bus 的年度风云榜，就是风云歌手。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殊荣啊，殊荣。因为我有看到跟我同样得到这个风云歌手的各位天王天后级的重量的前辈们，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甜蜜的负荷。甜蜜的负荷，觉得我说真的是会有一个压力在的，觉得自己要更加油。那但是我也确定过了，这个奖项是货真价实的，他们说后台的数据都是真的，所以我自己觉得 OK， 曾佩慈你做到了哦。其实你最有感觉吧，从之前是有单曲，然后大家的点击率就很高，对，到你正式有个人专辑的时候，哇，那累积的数字更厉害了。对，就是之前呢，我的朋友还会跟我开玩笑说，请问曾佩慈你要唱戏剧片尾曲唱到什么时候，要不要叫你片尾曲女神？我说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发专辑，那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发行，那我说真的，那时候还没发行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我的歌声从此就被遗忘，就是也很害怕卖不好什么的。但是这次经由了 KK Bus 风云榜这个奖项的肯定，让我知道我一定要唱得更大声，我要发更多唱片，哈！是，而且讲座呢，拿去给你朋友看，我不但发专辑，我还得奖，叫我女神，片尾曲去掉。哦，所以怎么样？就是片尾曲女神，现在开始有几个字可以杠掉？再一次说什么？叫我女神，片尾曲可以杠掉了，谢谢。但我还是要唱片尾曲，只是不会只唱片尾曲。那一杠就落掉了，你刚才很有气势，为什么多加这一个？不要当
生，然后挑战各个类型。Okay. 好，替你加油一下。而且同时刚才讲了福茂女朋友的话，大家会互相的一个创作，对不对？对。刚才吴文芳就说她是属于比较安静的那一个的。她客气哦，是吗？那你的话呢？四个福茂女朋友，你会觉得是你是什么 style 的呢？我是人来疯以及工作会有个开关的人。没有，今天开始就是说我是女神 feel 的女神那一挂。OK OK， 那再一次。请问一下，如果你在福茂女朋友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风格呢？郭姐姐先不要听，我是女神 feel 的。OK， 就是因为师姐，我觉得郭靖师姐还是没有女神啊。她毕竟就是她平常都会，郭靖师姐平常都会提醒我们说注意哪个妆容啊，衣服怎么样啊。是。然后呢，我跟静雯就是属于比较会，就是会乱出一些鬼点子的人。期待你们有更多更天马行空的一个合作。对对对，好。好不好？从今天开始记得哦，大家都有录下片段，我们会帮你剪，那就是三秒。